并且拉开服务购物节的盛大帷幕。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龚正，谢谢。在这疫情蔓延、急需重振消费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决定举办服务购物节。我们相信，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消费盛宴，必将成为上海购物的金字招牌。欢迎全球投资者、消费者到上海种草打卡。